大家好，我是声动乐团的二胡手，我叫叶维仁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。我其实平常很少在台上发言，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呢，我非常的激动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要首先感谢各位长辈们，给我们台湾有一个，还有给年轻人，然后给台湾的未来还有一个希望。因为怎么讲，我们常常都是在国外在演出的人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大概每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，或是再更多一点，都是在国外拿着我们的护照在外面跟其他的国家的朋友在交流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拿着护照，或者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当我们可以讲到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骄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外面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会把我们误认为我们是中国人，或者说我们是日本人。但是当我们说Sorry, I come from Taiwan, 他们就会用一个非常开心的，然后非常我不知道，因为在台湾这个名字，其实在国际上是非常非常有荣誉的一件事情。这是我在国外，不管在欧洲跟美国都感受到的一件事，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台湾。那我们也借着用文化在外面跟人家交流，因为其实台湾最重要的就是文化。那我从小是一个南部长大的，所以我很庆幸哦，南部本来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绿油油的地方，所以当然家里本来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，所以我爸爸妈妈都告诉我说，你是台湾囡仔，好，所以你每一次出国的时候一定都要为台湾争光。那所以我今天呢在这边真的非常开心，希望各位长辈们继续为我们支持，然后我们年轻人也会继续为台湾做更大的努力。谢谢大家。所以咱讲台湾的这年轻一代，咱后一代，咱的台湾到底是一种主人呐、啊？已经不是讲爱去讨论的，咱台湾的到底是一种主人。我有点情绪激愤。啊，咱这条真开心的乐曲，接下来哈，是一个祝福的歌曲，让我们来一起来分享。祝福我们的台湾，我们的未来是充满了自由，好，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做民房做梦的空间，我们都可以有更好的土地来孕育每一个生命。
谢谢大家。